果然是时空倒转，那么等一下马逸玄会被一个奇怪的人跟踪。没错，哎，这里有个女人。下流，变态了，是变态，你是变态，脑子有洞啊。这里有个女人，神经，看到没有，在哪里？马逸玄，马逸玄，马逸玄，变态、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谁啊？走开！你是谁啊？我每天都守护着你。在。每天，我看着围绕在你身边的苍蝇，我真的很为你担心啊。放开我！我这么爱你，你给我一点回报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你说好不好？我真的好喜欢你。放开我！生日派对开始了。放开他！我告诉你，跑过来真的超累的，让我喘口气。好了，放开他。我不放。你是男人的话，就把武器放下。好啊。再来啊！疯了，擦！需要帮忙吗？麻烦你，快帮我把马逸玄带走，我还可以。好，先让他尝点甜头，再谈交换时间。是吧？没事，我还以为一直跟踪我的人是你。不过你跟那个变态长得蛮像的。嗯。啊，开玩笑的啦。你是？
说谢谢，他跟我说谢谢。